现在年轻人玩抖音创意，军工社区关怀据点的长辈们也跟上时代潮流玩起抖音了，一个一个将手机自拍的照片在老师指导下制作成抖音，长辈感到十分有趣。县议员罗美玲肯定长辈们活到老学到老，进而借由课程让长辈们了解现在年轻人的创意。南投县家庭照顾者关怀协会在军工据点呢，就由廷凤老师呢来带领着我们的老长辈们来体验一下这些新的这个摄影技巧跟这个新的拍照的这个软体。那长辈们呢非常的开心，因为呢这些软体呢经过这个美化啦，或者是说经过一些软体的这个加工之后呢，每一张照片呢都变得非常的这个有趣啊。我们也希望说呢，我们的老长辈都能够活到老学到老，也能够体验一下呢年轻人他们现在呢流行的是什么。指导老师廖廷凤表示，长辈们借由手机自拍后，透过创意影音，有的变成了美美的古典美人，有的则是扮丑作怪，让每位长辈都玩得不亦乐乎，而帮助长辈开心就是最好的纾压课程。本来是自己在玩，但是玩玩就哎，我把它如果融入在我们的课程当中，让我们这些长者啊也可以来学抖音，那一起学猫咪叫，然后又很可爱的造型，每个造型是超可爱的，然后有的超滑稽的。但是我要拍摄的时候，录影的时候，我都跟他说，每当避免哦，老师要用这高追，我们当避免哦，每当给老师拍哦，但是玩起来大家很开心，其实开心就是非常好的一种课程，一种纾压。长辈们边唱边模仿猫咪可爱的动作。借由抖音，每个人看到自己年轻又变美的模样，感觉自己找回了以前年轻的岁月，心情很快乐。今天我就来这抖音教水，感觉很趣味，很欢喜的。第一次接触到抖音，都在电视上看到的。那 老师把我们弄得美美的，让我们 每个老人家都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快乐，回到我们 年轻时候 那种心情。抖音是现代年轻人的创意，将人或动物都可以透过技术变得超可爱或作怪逗趣。南投县家庭照顾者关怀协会安排最新科技的课程，新奇又有趣，丰富长辈们的生活，更加充实又快乐。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